白萝卜刨丝备料，厨房内志工各司其职，是没有什么困难，因为那人做侪啊，有做侪人来参与呀。基隆慈济志工第一次制作将近500份的萝卜糕，负责掌厨的香积志工刘阿里有30多年的烹饪经验，特别以高规格方式来制作。米萝卜，啊，搁着爱阮的比例吼，像长就开始就先再米来，啊，就先来洗米落浸，啊，就是这个之前的工作都要先做起来。一出炉，志工马上打包，贴上福字，随着冬令物资要送到照顾户的家。想说送一个小小的萝卜糕给他们，带给他们新年的一个新的新气象，让他们新的一年过得更好。遇上入冬的最强寒流，顶着低温和雨势，志工分成多条路线，将这份年节祝福送给弱势家庭。谢谢啦，都好，这寒就好，恁专工走啦。哎呀，过来，过来，恁专工来，过这菜头过，较大，我就等下吃。感恩，感恩，感恩。在送上超市的物资卡，贴补生活需求，慈济这股支持力量也会一直在。大爱新闻真善美志工萧月慧、张太元、廖春长、张金玉，基隆报道。